好，现在呢，我现在上网去看这个图片哦。那图片可以看到，其实我的耳朵好像做的有点太正哦，所以应该稍微，其实正也好像也不见得哦。有些人居然还长得比较正。OK， 好，那不然就这样吧。OK， 然后再来呢，我现在就是要先去把中间给接起来哦，中间给接起来。所以先接，这边接的哦，那换这边。这边的话，OK， 我看一下，这样子接过来，好。所以呢，现在是这边要接过来，我看一下这边要怎么接嘞。这边要接的话呢，看起来应该是这个面，你可以这边，然后这个输入法应该要改成 ENG 哦 ，OK， 改 ENG 哦，然后这边的面点到，然后再点到 Shift 点到，按右键做 Bridge。Bridge faces， 哦，就是 bridge 就是指令哦。那参数呢，割几刀我先不设哦，因为原因是因为它常常都会，做成不是我要的样子，所以我就不处理哦，先收起来。那再来呢，到这个侧边去看啊、哦，这边开始去切哦 ，Control R， 大概我要割个滚轮滚一次，先这样子。就是割个两刀、哦，割个两刀以后呢，这边开始调一下，这边先开 S 光，开 S 光，然后按一，切到点模式哦，切到点模式，然后这边呢现在拉过来，再来就是一样，调个点儿。好，再来我看啊，这边呢应该先这样拉过来，拉过来以后呢，这边应该是 S 光先关掉，关掉以后呢调面，拉下去一些。OK， 再拉下去一些好了，然后再选线，这边呢也拉下去一些。OK， 好，这边应该也是可以拉下去一些，拉下去一些 ，Nice， 因为它刚本来就是这个，应该是要这样子一个像阶梯状的进来嘛，所以这个正常。会不会拉过头了？可能有一点。OK， 这样子。接着这个好像应该也是稍微调一下，好，现在看这边，好的，我看这个，这边把它接起来 ，OK， 好，这个动先把它接起来，接起来的话，我要怎么接嘞？呼呼呼。正在想象怎么样接哦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看这样子接，这样子，所以这样接好像比较好。OK， 好，现在选 H， 然后做 Bridge， 嘟嘟 ，Bridge，Nice，Bridge，Bridge。这边要这样接，不是不行，可是我看，好了，先接好了 ，bridge edge loop， 那这边变三角形嘛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势必要把这个 edge 拉下来，然后再来呢，换这边，我看这边 ，OK，Control R， 嘿。Nice， 那这边呢再选两个 H 去做 Bridge， 好，错，这两，等一下 ，Bridge H Loop，OK，、okay， 好，
哎，哦，这边的面还没有删掉，看到了，Control OK X Faces 一 Control X Faces X Faces OK 哦，这边还没有接啊。好，现在选这两条线 Bridge Edge Loop OK Nice 接下来好。接下来剩耳洞是吗？我看一下是不是耳洞。好，是耳洞没错，所以耳洞就接一接吧，这个就比较简单吧，我猜啦。这样子，我看一下这边这样子接，这样子接，这样子接。这样子过来啊，先接这个好了 ，Bridge。好，乱接，然后这边的 Control 啊 ，Nice，OK，、okay、然后这边 Bridge H Loop。Bridge edge loop, bridge edge loop。那等一下要处理耳洞哦。那这边先这样拉过来，切到点一。耳洞的话，看起来是不是这两个面好像很适合啊？我看一下，嗯，好像可以。这两个面，选到两个面 ，is true， 一 ，is true，OK。好，这边呢，我再把旁边的线拉出去。好，先做到这里吧。好，来，画面还给你。记得要存档啊，而且要存不同档名哦，不要那个。